有，好，大家好，我是志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 Zero Archive 临时档案局的那个这个大宗的成果。那这个大家应该看得到荧幕吼，今天非常谢谢除了我和 PM5 持续的这个贡献以外，非常谢谢四位的贡献者，其中一位是木月佳佳。木月跟我们讨论了有关于 PTT 分身账号啊、资料分析的一些视觉化的讨论，非常感谢木月。很久不见了，你好吗？然后第二位呢是任翔，谢谢任翔。任翔说他要帮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资料分析 tutorial 写成 R 的版本，然后目前正在工作中，谢谢任翔。然后第三位呢是 Lulu Chen， 那他呢这位 Lulu Chen 他是自己跑来这个Disinfo 的频道投案的填坑的，然后他今天帮我们做了首页的设计，那这边应该可以看到目前的版本，就上面是我们的 title 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然后放大一点，再来就是我们的 slogan， 然后顺带一提，这个 slogan 其实是那个好没事，好往下文案，然后再来就是一些专案的那个统计数据，然后再来是一些 use case。然后活动的记录，然后最后是一些这个 join us the call for action。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因为这样非常的清楚，知道说你有什么，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 follow 哪个 button。嗯，非常谢谢 Lulu Chen。然后我们今天也讨论了很多，因为 Lulu 说他是第一次来 GNV 大神，然后也是第一次贡献 GNV。嗯，非常谢谢他。那今天他也愿意把他的设计用 CC BY 的方法开源出来。嗯，感谢。好，然后最后一位呢是 Fan， 那 Fan 今天也是自己跑到频道来这个填坑的，他说他是后端的工程师，所以今天他就在他跟 PM 的讨论之下呢，他就正在协助我们把我们的 Selenium 就是爬虫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移到一个独立的一台的 Linux 上面。好，谢谢他，然后谢谢以上的使用贡献者，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来提案，其实本来是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做资料分析，不过呢还是没有人做资料分析还是没有人做，所以我们其他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那我们之后会继续努力，谢谢大家，那我的成果报告就到这边。